态，大宝法王岳不教别姬。我买完本灯的灯不那些依靠皈依，一直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指的就是依靠。就像小孩子要依靠父母的照顾，是一种信心和希望。比如小孩子受到惊吓，会反射式的叫妈妈。在轮回中受到痛苦，我们也希望有个名号可以呼喊，有心灵的依靠处，这就是三宝。福气，有没有福气，要看是否奉献布施。是不是消福，在于有无求取贪得。发愿不只是心中想想而已，更重要的是要实际去做。发愿是一种准备，先发心就有一种承担，同时也实际如此去做，这就是甚深的祈愿。痛苦，我们不该把痛苦
当成是个绝望的答案。反倒因为经验到痛苦，心中更要如此想，我该做什么？是要被痛苦淹没，还是要站起来战胜痛苦？应该好好地这样去思维。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好，他人的痛苦也好，总之，痛苦是一个心智，一个考验是我们的题目，是测验我们会如何反应的考题。菩萨有三类，成就自利者，成就他利者，成就自他恶利者。可以这么说，成就自利的菩萨，指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虽然我们通常会觉得，主要关注于成就自身利益的这种人算不上是菩萨，但若从一个宽广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了知道，无法降服自身者必定无法降服他人。就在当下，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不管好的坏的，感觉喜乐或愤怒，都让他们走吧。过去已经结束了，把注意力摆在眼前，这样你才能够去创造你所追寻的未来。这是一个活得有意义的方法。
造业。我们的嘴巴动不动都在造业，老实说并不是嘴巴的问题，因为一句话说，嘴巴讲的话源自于我们的动机，不是没理由动嘴唇的，就是因为想说话才会动。因此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想说话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心咒力量，念诵心咒的同时，若能建立起虔诚心，那将会使心咒更有力量。疗病，我们视佛陀为医生，他给了我们完美的药物，但是如果我们不使用药物或没有正确地使用药物，也是于事无补。我们是病人，应当为自己的治疗负责。环境危机，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一个既复杂又影响着所有人的环境危机。但是该做些什么，从何处下手，却很难掌握。因此从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开始，是非常重要的。
人。自己作为一个好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若这世界没有正直正派的人，就没有希望、意义了。虽然遇到孽缘，也要保持正直正派，成为这世界所能赋予寄望的人。我们也要有志气，热忱地做个品性高尚的好人。如果没有志气与热忱，是不可能在安逸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好人。忏罪加持，我们观想前方有阿弥陀佛，右有观世音，左有大势至，在他们面前我发怒忏悔，我不再造作罪业。透过这样的忏悔，接着你要想，西方三圣都微笑了，他们都很欢喜，也因此从他们身体放射出光芒，照射过来，融入到你身上。因此，你的身口意也都得到了佛菩萨加持而清净，并且具备一切佛菩萨的功德，自己也具备殊胜的力量。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小神通月功德日，善恶行乘十亿倍，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30系列超度法会，护生暨蒙山施食，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慈悲置业诸善行，十方信众共成就，起见细念归净土，名扬两臂度有情。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30系列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2月9日星期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施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村说话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过去等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色到处去寻迹了不叫小孙孙哥的斑马色的我祝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有这边的这见怪不叫老祖老祖然的祖寻迹了向老三位把七十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祝祝人哥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见不去下次你有这边当这见怪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玩就说上海玩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走了这人可能赚钱的这不能挣钱不久想是你这些档这些块就拿走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玩就说上海玩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走了马红把这人给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把马死我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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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整个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刚露出正义正直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给他老王在那个大致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来解释跟来吧就大致养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努力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来你个见你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人等你走接这的是照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话样的的的最多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是你不当当就用路多把路主不必能我觉得说